不觉得在电影里面比人生好玩很多吗？中华民国76年7月14日，宣告台湾地区解严。你们做什么？上帝都在看，你们最好给我乖。亲爱的天父，喜欢一个人，为什么要有罪呢？怎么该舍的？哪一半你舍的？他叫 Birdy， 他是一个男生。走啊！你有多爱一点，我有少爱一点吗？你帮我下地狱。那书里有一句话：如果你给我的，跟你给别人的是一样的，那我就不要了。在动啊！怎么讲啊？少跟那个卡拉混在一起玩啊！不然别人误会你也是同性恋。我从小就知道我喜欢的是男生，从来没有改变。所以哪一条规定男女生在社团学长没有叫学妹吹奏乐器啊？这里是你们考大学的地方啊！麻烦教官，高三新班王博德，高一 A 班吴若飞。强调你不会还跟人家打架？我喜欢的不是那个女生。我喜欢的是张嘉安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烦我了？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。我敢说出我喜欢谁，你敢不敢？你是很好的朋友。希望让这世界静止，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。如果有下次。再爱一次。